跑出来了。那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新品，就是蔬果清洁液。噔噔噔噔，大家看到这个想说，哎，我们今天来卖水果。我们今天不是来卖水果，我们今天是来帮大家洗水果，洗水果，大家看好不好？这个真的是很难洗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些东西残留下来，坦白讲，我自己会觉得，我怕我小孩吃到对他的健康不好。对，然后你可能什么重金属或农药都没有洗干净，你就吃下肚子里。那现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呢。这个多方便呢？我来告诉大家，它有多厉害。刚洗的菜拿起来，然后先拿的是最难洗的。然后呢，首先要上古堡购买这一瓶蔬果清洁液，它是用喷的啦。然后上我们先试，就是把它的表面都把它喷过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其实它就是萃取像是玉米啊、小麦的一些，就这样喷，对，然后它的植物的植萃成分去帮你结合无患子皂基，对。然后我们前面呢放一瓶水，就直接呢放在水里面这样过水。像我自己的话，我用这一罐就是我会喷一喷，然后像伊巴一样浸着，然后我其实就没有管它。然后让它静置完回来之后，我就会发现那上面很多菜的那个黑黑的都跑在那个水里。对，现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水里面有虫，有虫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所以呢，有些时候如果说上面有很多那一种那个防腐的啊，或者是化学的东西，当然小朋友吃进去或我们吃进去对身体都不好。然后就像刚刚一样，我们有一盆水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做，这样子旋转啦、啊，然后稍微经过，然后稍微手这样轻轻的弄一下。我刚刚是都完全没有碰到古堡、哦，你刚刚整个才我只是借由水流这样子旋转旋转，让泡泡去把它的那些古堡周围的那一些上面的那一些残留物带走，稍微旋转一下，就是过水一下的概念。对对，然后这是符合我们国家双标准的蔬果清洁喷雾，大家可以拿来洗，就是在做菜的时候。前面备菜可以帮你省去很多时间、哦、超多时间。对，然后因为它是用喷的方式，然后用量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啊。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大洒气的这样子，对，豪气的用，对，让大家知道其实它真的非常的厉害。我觉得就是家里有做菜的，有水果的，就是买起来。我等一下帮你们